我现在在御上火锅店，今天是七夕情人节，然后他们有那种 event， 就是 special， 就是如果今年我们照张照片，今年的开销，如果明年再回来再照照片，如果是同样一对人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今天花的钱在明年抵消掉。如果他不涨价的话 ，basically 就是今天花的钱可以吃两顿。这个锅是我的牛油锅，然后这是什么花椒鸡锅什么的，然后这是千尺什么羊肉油条，蘸和牛。和牛哦，这好像是和牛，厚度差不多那么厚吧。然后另外也是一个什么雪花肥牛，反正因为这个切的厚度可能也就那么厚吧。好，然后还有冻豆腐，对，冻豆腐泡这个汤，吸汤汁非常爽，为的就是冻豆腐就为吸汤汁来吃。这油条有点贵，7块钱，但是还有点小嘛，超小，超小。然后蘸料的话，我喜欢吃那种四川油碟，但是稍微有点改造，不是完整的。然后就有香菜、葱，然后蒜泥，然后我会加一些那个花生粒，然后这边的花生粒比较大一些，然后配上那个蚝油、香油，然后我会提一下味儿，会加一丢丢醋，没放辣椒，就是那个有点太辣了啊，我受不了现在。能用盛完了吗？好 ，OK， 这个它是花椒鸡汤嘛，对不对？然后就那个盛一碗，先喝一喝。对，里面还给你盛了花椒。是吗？这跟家里花椒有什么区别吗？这个更贵。OK。行，好，当然喝。来，好吗？好了。叫超级奶爸。现在哈，就是我准备把这冻豆腐泡久点。让它多吸吸味儿啊，就很爽。冻豆腐嘛，哎，三儿啊，从屏幕看的时候总感觉跟世界上这个比有点奇怪。先泡两块煮着 ，Babe， 你要吗？给你泡两块。Oh my god， 那羊肉太上头了，超好吃。我这次准备吃这个雪花牛吧，还先吃那个和牛，先吃那和牛吧。和牛这个摆的这个席子挺好玩的。挺快的，差不多3-4秒就好。我的油碟啊，我特别喜欢四川这个油碟，就有点粉没关系，你给我生点好吃。带个灯光有美颜效果，我没有那么粉嫩，粉嫩粉嫩没有那么粉嫩啊。哇，对，这挺爽的，非常棒，挺好吃，这和牛不错。那现在是这个雪花牛的肥牛，已经很好，很快，差不多3-4秒就好了。哦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你看啊，它这边有点粒儿，咬着还挺爽的。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我就非常喜欢。说实话，这个背影院可能会 copyright strike， 反正我不靠这挣钱，所以说也无所谓了。嗯，肉有点薄，感觉还是厚点可能更爽一些。哇，我现在心情超级不稳定，心情不是特别美丽啊。我得赶紧炫了我爆，然后我老婆吃，然后我老婆再包会儿，然后我炫。这油条吸这个辣锅真是太爽太香了啊 ！Oh my god， 刚才我没上头已经吃了3个了。你看啊，吸以后，它不把汁都吸上来了吗？哦，它把这里的香味都吸走了啊！你看，主要是不能泡太久，太久的话它就不脆了，因为有火锅的那个底料的那个汤底的香味儿。和它那个油脆脆的就非常美味。嗯，太好吃了，非常棒，非常好吃，就是油条有点小，再大点就好了。嗯，我嘴都辣的不敢真亲去。鱼上门口这还停了个 Super 73的这个 electric bike， 这个 bike 超棒，可以超快，我一直想买一个，但是什么时候骑呢？哎，买了可能就是个拥有感。OK， 到家了啊！刚才 baby 太闹了，我就没有来得及那个。您的饭不错，我感觉可能怎么说有点太多了，就点太多了，就那个千尺羊肉吃的我都撑了。然后你知道吗？吃羊肉不能吃凉的，我喝了一大杯凉水，然后现在就有点恶心，但是在慢慢恢复，就不能再吃凉的。Yeah， 然后呢，我刚才本来想录，但是 baby 呢开始哭起来了，对吧？他现在还很小，然后我就给他唱歌，然后
我给他唱的那种 sad boy music， 就周记的那些歌，但因为我非常喜欢唱，然后我给他唱的更 cheerful 一些，然后他就很开心，然后就一直在哄他。他这个七七的话会给我们一个这张卡，哎，这是我们得一张相对吧，然后他让我们亲一下，就可能怕，我觉得应该是说可能是搞得 romantic 一点，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怕有些人就装情侣嘛，对吧。然后下一个七夕是2024年8月10日，然后是151块，然后明年疯狂涨价，然后就根本就吃不起的，就一道菜。开玩笑了啊，你看我们俩就疯狂瞪眼瞪，所以说你就感觉比较惊悚，然后就哦，这是那个卡，就明年带回就行了。他们留一张我，然后给送给我们一张。你可能以为这个视频已经结束 ，No 啊！好，我是一个宝可梦卡片爱好者啊，已经差不多多少年了，这最好十多年了，反正 anyways。网上现在传这个 tin 里面有两包老的叫 Silver Tempest， 就是上一个缩战石油应该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 Quantum Zenith， 但是那种加 Booster 赛应该是 Silver Tempest。 anyway， 两个跑爹一包，两个那个什么，为什么要买这个盒呢？是因为有人发现有些 Distributor 在 Silver Tempest 里面和 Guaranteed 超级 Ultra Rare， 就像那个 Lugia VOR 什么都 OR， 所以说我准备看看我们附近这个 Distributor 怎么样。然后为什么买两盒，是因为买一盒第二盒 20% off，就感觉 why not right why not， 我就买了两盒。baby 想睡着了，我得小心点啊。说实话，这个价钱还蛮好的，你看哈，29.99里面是六包，所以说 basically 就5块钱一包，然后送个三个 promo， 还有点什么粘贴什么的。这盒子还挺漂亮，你看到没？这闪光的那种，有点碎碎的，就铁盒嘛。你看这边我有个皮卡丘铁盒，它们的 size 是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只是那个 design 不同。应该都是一个厂家的那个出来的，然后这是我们的 promos 是那个灰色的八框，然后是正常就是 hollows， 这边是 promos 还是给它套一些套的，promos 套，因为 promos 嘛，对，毕竟是 promos， very limited， 你只能买这个才得到，应该是吧？这是一个不同的那个 design。我最近不给扣的了啊，然后因为我想自己在网上再抽抽，我不玩就是上瘾，抽这个东西就说实话真有点上瘾。这个是那个 Bitcoin， 然后你看这次的那个纹路是那种小星星闪闪的，像星空一样。是这两包，说这两个肯定有什么 guarantee 以上，如果你的 distributor 如果是选对的话， distributor 就是那个宝可梦那个供应商嘛，供货商。然后看这边是粘贴，看到没？粘贴，然后摸粘贴，哇，四张粘贴的！我跟你说，我超喜欢粘贴，真的是哇哦，这个超棒哇！我超喜欢这张粘贴，这个系列小的，我粘满一大堆，我准备去买个亚克力板去。然后这是那种小卡，那个就是 little booklet， 小 binder mini binder， 你可以用。这次如果不是的话，对吧？就不用那个，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哦，看来不是，这不是那个 distributor， 那个看来是没有那个，就是那个 out art 以上，应该不是的。OK， 好了，这视频结束很快，我快速把剩下都开开了。哎 ，wait a minute， 纳尼？我还没有得了一张 judge， 哇，还有一张闪光的 hollow articuno， wait what？也许是不是两包，其中有一包是 ？Wait a minute， I'm getting very sus。好，剩下的话我们开始 Scarlet and Violet， Scarlet and Violet。对，因为日本 D 和 O 对吧 ？Ending D 和 O 的时候，他们都会加一个 to 在上面。然后看 Houndour 啊，这个超可爱 ，Settle 的，就是嘴有点大。然后两个反闪。一个 Hollow Houndstone， 然后一个 Basic Energy。我觉得灰色边儿就是感觉不是特别 cheerful。以前还是挺喜欢那个什么 Scovid。然后这 Yukimori 就是小手办在那个野外，对吧？超喜欢 Yukimori， 他是我 favorite artist。这又是个 Judge， 但是有 different Judge。哦 ，We got a Toxicroak EX。我套上，哎，刚才那个 Judge 没有给他套上。哦，如果你好奇我用的套套是 Crown Zenith 那个 Figure Set 里面这个，因为我买了两盒还四盒，反正我超多。
所以说我就好几个这，哎，又是一个 hollow， 但是好像不是，哎，不对，好像闪光也是这种，对，闪光也是，哎，你看这 water art， 一个反闪的 Obama snow， 然后一个 Obama snow 的 hollow， 第一盒最后一把 Paldea evolve， 啊，都是普通的 ，OK， free coco， 另外一种 free coco， 高兴，还 silver tempest 啊，看到没？我操！如果真实话，明天我得把剩下那些存货都给它卖光。我去啊，没有，假的，骗我的，看到没 ？Gym Trainer， 我应该我的那个 distributor 应该不是那个每次 guarantee 的那个闪光，就是超稀有的那个 distributor， 看到没？不是，它不是 guarantee， 但是说实话，每一个都会有个 hit。感觉可能 maybe is it possible， 这还挺帅的，我给它套上吧。我好像有个金色这个 Reshiram， 毕竟是个神兽呢。好像 Paldea evolved， Paldea evolved 能抽到什么？能抽到 Iono 是吧？我好像抽了两张 Iono， 所以说我不需要 Iono， 那个反而是最稀有的。现在新的一代宝可梦给你做特别 friendly， 你不用把它放到前面来，它都给你弄好了，就是都在最后这边。哦，有没有 Tinkerton？只有一个什么闪光，但我感觉不会是什么稀有的吧。哦，哎，是个 Arcanine EX， 哎，哇，很漂亮，很美，你看到没？现在很美，就那种数字数码那种感觉，看到没？生完宝贝的感觉，这样看的话，哦，好棒。它，你看着它感觉有纹路，但是你抓起来是几乎感觉不是特别明显的，抓一抓的话 ，OK， pretty nice。然后哦，这个 Rose 好美，看到没？这 Rose 好超低调，这谁画的 ？Tika Masuno，Tika Masuno you did a very good job。哦，这是那个 Mousehold Family， 之前他们在约会是吧？完了，找不到了，看到没？他们一开始在约会，后来他们进化就有好多小宝宝了。还有两个反闪，一个 Meridan， 哦，神圣 ，OK， 好了。好了，行，谢谢大家观看啊！我刚才那个洗个澡，对不对？然后抹了 face cream， 因为脸超干，这都开始那种疼了。你看没？这边超红，就因为它太干了。But anyways， 我会把价钱打到那个屏幕上，所以说这期赚了没赚了，对不对？你会知道的。然后呢，它这个东西，我觉得花60块钱，然后呢，它反正 anyway， 我觉得最多可能回了20块钱。我现在预测啊，也许不一定，卡的这个价钱一直在变。好，行，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不要点关注，我们七夕快乐，明年8月10号是免费的那顿御膳火锅 ，OK， 好，如果这个的下一期的话，七夕下一期那肯定是明年了，对吧？好，行，拜拜。